这次带领大家进入朱莉和莱恩世界的向导哦。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带领大家来介绍这片神奇的探险之地——积木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梅姐姐好。想跟梅姐姐一块玩吗？想。那我们一块来玩好不好？ 好像有声音哎，我去看一看。来啦！哎，门打不开。什么？门打不开？小朋友，门打不开怎么办呀？今天的故事是开启吧钥匙。 小朋友，门打不开应该怎么办呢？找钥匙呗。什么？你们说什么？找钥匙。你们可真聪明。对，现在梅姐姐啊，就去找钥匙。嗯嗯，太好了，我们在外面等你。啊？门外怎么会有女孩的声音？刚刚不是男孩吗？你们有几个人啊？两个人。哎，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啊？ 好，那梅姐姐也非常想知道哦。那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找钥匙吧。来，小朋友，帮忙我一起找钥匙好不好？好，我们来找一把钥匙哦。来，找找，下一下。去那边看一看哦。这边有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什么？看看。 哇，这么大一把钥匙啊！小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现在去看门吧。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一起开启大门，好不好？我们一起说：开启吧，钥匙！一二三，开启吧，钥匙！ 我先来，我先来。哇，真是一位勇敢的家伙呢。친구들아 안녕, 내 이름은 랜.
반가워 사이좋게 지내자 그래 그래 안녕래 사이좋게 지내자 做完了，我们现在一块去玩好吗？走，好，小朋友们再见，小朋友们再见，我们一起走。再见。等一下，是梅姐姐，我也想认识一下新来的朋友们。玩具在说话吗？不要叫我玩具，不然我会生气的。你明明就是玩具，为什么叫你玩具？你还生气啊？我说，这位朋友，你见过会说话的玩具吗？没见过。所以嘛，我很特别，现在就让你知道我到底有多特别。牛不积木，积木变身。朋友们，你们好，我叫牛不。我叫莱恩，我叫朱莉，嘿嘿，刚才听到你们的介绍了，很高兴认识你们，莱恩、朱莉，这回轮到我介绍自己了吧？내오복과 함께라면 문제 없어 네오복 지부지부 변신 와, 我是随时为朋友们解决难题的牛博，魅力满分，体力满分，长相也满分。这个长相吧，好像有点对不上号吧。你说什么？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我照样当选积木镇第一美男子。我看不像。看来啊，孩子们是需要一把钥匙哦。钥匙？钥匙啊！初次见面的朋友啊，要想接受对方变成朋友，首先啊，有一把心情的钥匙哦。我也觉得梅姐姐说的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朋友要接纳对方，首先要有一颗接纳对方的心。接纳对方的心。好，那现在啊，就由梅姐姐来告诉你们这一个要接纳对方心的钥匙，好吗？是什么？什么？就是拥抱。什么？拥抱？对呀。我们初次见面的人啊，首先啊，我们得先学会拥抱哦。朱莉，很高兴认识你。姐姐，谢谢你的热情欢迎。莱恩、牛宝，你俩再不拥抱的话，我就要让你俩亲亲了。亲亲。我要你。莱恩，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当然。对不起，牛宝，刚才我没有开启心门。咱们友好相处，做好朋友吧。好的。你棒，我也是。你好，你好。好了，太好了。那现在你们三个就是团结有爱的好朋友啦。对。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和我们的莱恩、朱莉、牛博成为好朋友吗？莱恩、朱莉，积木镇。站在这里，动动脑筋解决难题，蹦蹦跳跳一起游戏，嘻嘻哈哈生气生气，咿呀呀鼓励鼓励，跟我一起一起学习，跟我一起一起解密梦想冒险的积木站在这里，积木站的世界多么神奇。现在来
我们玩一个游戏，大家想玩吗？想的。那我们先来，我们看一看朱莉跟我们的 Newport， 我们一起来猜拳，看看他们谁会赢。大家想知道吗？嗯，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好吗？来，大家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鼓鼓掌，很棒。好，那现在就有请我们的朱莉和我们的 Newport 来准备吧。请我们的 Newbot 我们到朱莉身边去好不好？好，慢一点啊。好，小朋友，我们这个猜拳游戏先到此结束了好不好？等一等，不行不行，我还要玩。还要玩，那这样吧，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 Newbot 和我们的莱恩再猜一次拳好不好？小朋友们，我们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鼓鼓掌。准备啦，我来加油，开始吧。所以呢，我故意让 Newbert 输给他，他就高兴了。嘘，这是我们的秘密哦。궁금해알려줘빨리우리는속이심딴허대궁금한건뭐든알려줄게오늘도블록빌의호기심해결사출동궁금하면물어봐探险队三号 Newbot， 好奇的话就问我们吧，我们是好奇心探险队。哇，好奇心探险队真是太棒了，好想认识他们呀！是吗？那我们就一起大声的叫出“好奇心探险队”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好奇心探险队，嘿。嘿嘿，我是好奇心探险队一号莱恩，有好奇的问题吗？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成为好奇心探险队队员的。居然还有对我感到好奇的人，这可真是荣幸。我的外号叫好奇心王子，这下你知道我的好奇心有多强了吧？是吗？当然啦。못참아나는야호기심왕자이건뭐예요저건뭐예요묻고또물어도계속해서생기는호기심발동하고싶은건다하고야만은나는야집념의왕자有一天看到招募好奇心探险队员的广告，我就去了。我想如果能成为好奇心探险队的队员，那就能自己去找出问题的答案了。后来呢？你真的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吗？当然了，因为好奇心探险队专门为我准备了特别的武器。武器？万能信息收集遥控器。刷啦啦，把信息汇聚起来就是我莱恩的能力。哇，好羡慕。是那么别的好奇心探险队员的武器是和你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怎么会一样嘛。你们好，我是好奇心探险队二号朱莉。朱莉你好，那你有什么武器呢？我的武器嘛，能是能打开任何一扇门的万能钥匙，还有能呼唤任何东西的超级书包。
哇，那么我现在想吃草，你能给我吗？当然可以，超级书包，拜托你。啊，哇哦，给你。哇，真棒，谢谢你。不客气，这是我的荣幸。那么出力，我现在还想吃巧克力，那你能给我吗？嗯，不行不行，巧克力和糖果之类的甜食每天只能吃一点点。超级书包可不是无条件的送东西，他们只分享对孩子们有益的东西哦。嗯，哇，朱莉的超级书包真厉害。那么纽波的武器是什么呢？我是好奇心探险队三号纽波。哇，我的武器跟莱恩和朱莉可不一样哦。那你的武器是什么呢？我喊出积木积木就能进行空间移动、时间移动、想象移动，还有各种变身能力，好厉害呀！那是。哦喽，哦喽 ，Broom， 네오네오보。제아무리어려운문제라해도네오복과함께라면문제없어네오복지부지부변신哇，真厉害！哦，原来如此啊，妞宝，那你能现在让我们瞬间移动吗？当然可以了，大家抓紧我的胳膊。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抓紧了，一、二、三，嘿！这是哪里呀？来错地方了，不好意思了。这里是韩国。哎呦，不好意思。哇，好奇心探险队实在是太棒了！下次有布尼拜的事叫来好奇心探险队。是啊，有好奇心和疑惑，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件非常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对我们的神秘的世界想进一步的了解，又或者想认识我们积木镇的好朋友们，那就请往以下地址发送你们所好奇的问题吧。大家记住了吗？哇！他的回答声音这么响啊！哎，你们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梅姐姐有一把能听到大家心声的钥匙哦。那你个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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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喜欢你。带我们去看看啊！不知道是第几栋，数字不见了，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哎，手机上的数字也不见了。世界上没有了数字，大家有没有想过没有数字的世界呢？明天积木镇会给大家展示一个这样的世界。究竟没有数字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明天一起来看吧，小朋友们再见啦！白
나를 들어보아요. 울퉁불퉁 울퉁불퉁 엉덩이를 흔들어요. 실룩실룩 실룩실룩 앞으로 볼짝 뛰고 뒷걸음질 부릉부릉 뒤로 볼짝 뛰고 앞으로 다시 부릉부릉 다리 들어보아요. 울퉁불퉁 울퉁불퉁 어깨를 활짝